lifestyle that combines an urbane pulse with the tranquility of a home in the regeneration district closest to the city. Penrose, nestled in the heart of the URA Master Plan Transformation Zones, expect rising value, convenience, and a reward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 Located along Sims Drive, Penrose is developed by Hongyong Holdings Intrepid Investments and City Developments Limited. With a total of 566 units, it comprises 5 blocks of 18-story with 1-4 bedroom types of your choice and has its own childcare center, much to the delight of families with little tots. Enjoy the advantageous proximity of within 1 kilometer to elite schools like Geylang Methodist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nosa Catholic Primary, and close distance to international schools like James Cook University and Nexus International. Boasting the convenience of a 5-minute walk to Aljunied MRT and only one stop away from Paya-Lebar Central. Penrose is also 10 to 15 minutes drive to the CBD and Orchard Road. Make this luxurious development your new oasis of excellent connectivity to major shopping malls and business hubs like Paya-Lebar Corner, Paya-Lebar Square, and Kallang Wave Mall. Be the next luxurious Penrose owner wher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can come home to. Contact your preferred ERA salesperson today.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眼前看到的这位帅哥叫陈野文 Jason Chen。我们非常有幸今晚请到他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汇报，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小秘密，我们的 Penrose 绝对绝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投资好项目。一旗一天下，盛世在握，机会一瞬间，机遇就在眼前。 Penrose 由丰隆实业有限公司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联袂开发，实力发展商，是一个绝佳的投资好项目。 Penrose 一共有566个公寓住宅单位，位于 Sims Drive， 就好像刚才您看到的 video， 它是非常方便，一站就到了 Paya-Lebar， 然后10分钟就能抵达莱佛士商业中心，5分钟车程就能到抵达新加坡体育中心，如果驾车可经过 PIE、KPE、ECP 轻松的抵达全岛，是当之无愧的绝佳的地理位置。 Penrose 的设计和户型配套绝对满足了投资者的全方位要求，在当前特殊的经济环境之下是不可错过的好楼盘。我们的项目将在9月开启预览和销售，如果您对它感兴趣，那就请联系您的 ERA 销售经纪吧，他一定会把最新最完善的资料提供给您。下面我们就有请 Jason 为我们开始今晚的分享会，他会来告诉你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产品就等于对的投资。有请 Jason。 谢谢 Wendy 姐、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谢谢那个开发商啊，还有谢谢 ERA， 我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啊对于 Penrose 这个项目的理解啊。OK， 那先来黄婆卖瓜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那我是其实是国立大学的房地产的那个专科毕业生。 OK， 那SRX 的之前我第一份工作呢是 SRX 的数据分析师，当然我最后做到了首席的数据分析师。大家如果了解看一直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话呢， SRX 的房产指数那是我当时开发的，还有X Value 这个网上的估价系统。那后来呢我去联合早报做了房地产的一个记者。 OK， 所以很多的报章也是有看金版的头条了。 OK，
那现在我是 EIA 的营销董事了 ，OK， 那对这个得奖这些就不要讲了 ，OK， 好，我们这个长话短说了哈，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OK， 那我自己的话呢，如果在选择一个新楼盘去投资的时候，我会考虑六个因素 ，OK， 第一个是时机，时机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开发商的品牌和经验 ，OK。第三个是开发商的个性 ，OK。那这个东西就很玄了，什么是开发商的个性？那相信大家如果有看那个香港电影的话，以前有一个电影叫那个《大话西游》嘛，《月光宝盒》对吗？它里面有一句话是人是人的妈妈生的。妖是妖的妈妈生的，人妖是人妖的妈妈生的，就开玩笑啊。那开发商也是开发商的妈妈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发商和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OK。那从他之前开盘的经验可以看到，他这次开盘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节奏，怎么样的卖法 ，OK。OK， 那最后两个是项目的地点和产品，哎，这边我们看到的只有五个，那第六个是什么呢？第六个就是稀缺性，所以稀缺性从产品和项目的地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一个稀缺性，只有你我们都说物以稀为贵 ，OK， 所以只有当你的买的东西是稀缺的时候，以后你卖你租这样就根本没有压力，我们可以说是闭着眼卖和租的这种感觉啊，我要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OK， 那我们进入第一个点啊 ,2020 年的第三季度是不是一个入场的时间点啊，是否值得。那我们先来看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啊。这个是最近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报道。那我们的陈振声部长呢就是说今年第二季的经济表现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啊，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没有出去上班嘛，所以如果是经济表现亮眼的话才是不正常的。OK， 那等于说过去两三年的增长已经被抵消了。OK， 如果看全年的经济预期的话呢，会从本来预测的萎缩 4% 到 7% 修正到萎缩 5% 到 7%， 所以是一个更负面的一个预期了。OK， 第二点，这是四月份的一个报道。OK， 2020年的裁员呢，总数将介于45000到65000人之间。这个数字呢，比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来得高得多。OK， 整体失业率将从2019年底的 2.3% 啊，增至今年年底的 3.5% 到 4% 之间。所以这些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呢，其实充斥着这个报纸和媒体啊。那当然，这时候就是报纸和媒体就会叫房地产分析师出来说话，给一个预测。OK， 这是当时H Property 在四月份的一个报道。OK， 那阻断措施呢，可能导致五月份新私宅的销量跌至11年来最低。OK， 那这个我们叫标题党嘛，这个标题党是11年来最低，是很吓人的。当时的那个数据是4月的新私宅销量呢，可能是280套左右。4月是我们进入那个阻断措施的第一个月。OK， 那相比3月的话，这个280套呢是只有3月的成交量的 42%， 也就是跌了一个 60%。那三月呢也比二月已经是跌了一个 32%， 所以是一个两连跌的一个节奏。OK， 那所以四月底的时候分析师就是说在缺乏新开盘的五月啊，新私宅的成交量大概会在100到150套之间，所以他预测的是一个三连跌。OK， 基本上从四月的这个交易量还要减半。OK， 那价格的话呢，当时的预测是今年价格可能会下跌 5%， 并在明年继续下跌，今年价格可能下跌 3% 到 5%， 啊，今年的价格可能下跌高达 10%。 OK， 那这一些的预测
就是在四月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个人当时也是对这个市场有一个蛮悲观的一个预测了。OK， 那具体到了五月的时候市场怎么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强势的打了所有人的脸。 OK， 我们看五月的成交量啊是487个单位。 OK，刚才我们说分析师说的大概是什么什么一个数据，是100到150套。 OK， 所以不但是止住了那个跌势，而且呢在完全无法实地看房的情况下是实现了一个环比销量增长 76%。 那相比分析师的150套的预测呢是高出了 225%。 OK，所以是非常惊艳的一个数据。那继四月的低迷之后呢，我们往后看啊，现在是八月份，所以七月的数据已经出来了，是新楼盘的成交量是连续三个月节节攀升。OK， 那七月份呢是破了1000套的一个大关。OK， 那这些数据的话，已经在报纸上广泛的已经报道了。说啊，买气依然很强劲啊，七月销量是三个月环比攀升啊。然后我们看二手市场是不是也呈现出同样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OK， 六月二手市场六月份非有地私宅的成交量环比大涨174.6%。OK， 很吓人。那七月份继续翻倍。OK， 所以不管是一手市场还是二手市场也好。整个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Okay，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边七月的预估是978个单位转手啊，不但是六月份的翻倍，而且大家看上一个978套在哪里，过去12个月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多的一个二手房的交易。OK，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那个，这是六月底的一个报道啊，它是URA 呢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就会基于前两个月的数据来做一个预估的数据。OK， 他们说第二季度的私宅价格预估是环比下跌了 1.1%。 OK， 那加进去六月份的数据，我们到七月底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基于四五六月份的成交价格最终数据啊，私宅价格是由跌转升。 OK， 直接逆转第二价格的这个第二季度的这个价格的走势。 OK， 整个季度环比是微涨了 0.3%。 OK， 我们看 0.3%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波动，但是从跌到升是一个心理上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OK， 而且我们要看到的生意是六月三月的成交价格加入了四月五月之后逆转了整个季度，也就是说六月单月的成交价格对于第一季度的话上涨远不止这个 1.1% 加 1.3%， 因为它要逆转前两个月的数据。 OK， 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因为现在的话0.3% 的涨幅还是让大家有点不确定，对吗？虽然量已经涨了很多，还是有点不确定，包括开发商也有点不确定。那假设我们说第三个季度，以七月份的这些成交量来看的话，第三个季度价格会不会继续涨？我相信是应该会继续涨的。OK， 那如果第三季度的数据出来的话，应该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会出来那个预估的数据。如果是继续上涨的话，两个季度连续的上涨，那就板上钉钉了，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往上涨的，所以这个市场将肯定会进入一个卖方的市场。那到时候买家的议价权呢，或者是买家的选择余地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OK， 那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疫情中市场仍然表现这么强势啊，强势的打了很多开发商的不是开发商，对不起，打了很多分析师的脸。 OK， 有几个因素，一个是量化宽松。 OK， 撒下了很多的热钱。第二个是集体出手引入的流动资金呢会在最近这几个月
来真的是涌入这个市场啊。那第三个是海外的游资，就是说海外的热钱被新加坡所吸引，然后流入了新加坡。第四个是疫情带来的心态变化啊，这个东西也是无法我们用一个数字来具体的量化它啊，但是这个心态变化我相信是真实发生的，大家也在讨论啊。那还有是开发商逐渐面临缺货，以及政府售地计划呢是太过于谨慎。那最后这两个就是说到了这个供需啊，供应和需求，其实大家学过简单的经济学，或者是我们说用 common sense 啊，用就是大家想一下的话，其实供需都是最后决定价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我不会很深入的去讨论，但是我尽量的去解释一下这几个因素啊。OK， 三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呢称将会积极的应对这个疫情，然后开始一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啊。那这个无限制这个词是非常非常让人去考虑它具体要撒多少的钱。OK， 那我们看一下前几次量化宽松对新加坡的这个房市的一个影响啊。那当然不光是美联储，其实全世界的央行都在量化宽松，包括欧元区也是啊，他们刚刚通过了一个量化宽松的一个议会吧。OK， 那我们看0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之后啊，为了救市的话，美联储是撒了15000亿。OK， 第一轮的 QE 它撒了15000亿。同时呢，我们看到新加坡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指数啊，价格指数是一路的上扬。OK， 第二，从2010年底到2011年的六月啊，第二轮 QE 撒了6000亿，继续的这个房地产指数往上涨。OK， 那第三轮呢，是从2012年的九月份开始，美联储是进行了第三轮的 QE， 那当然新加坡是政府的话是看不下去了，实在是涨得太夸张，从09年到14年啊，涨了一个62%，所以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新加坡的市场真的不会涨，其实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因素的推动下，新加坡的私宅市场真的是会涨。OK， 那政府看不下去了，真的是空前突起，我们知道有 TDSR 的政策啊，包括最第三轮的那个 ABSD 的政策啊，额外印花税啊，这些全部压下来，把市场压低了10%。OK， 那最近的一轮降温措施是在2018年的时候出台的。OK，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月份啊，美联储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无限制 QE 的这个序幕，那大家猜一下。以后的房产的指数会往上还是往下走 ？OK， 量化宽松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央行呢大量的印制新钞票啊，并且在自己的账户后面随便画几个零，他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唯一的成本就是纸和墨而已嘛。OK， 那这些新钞票呢被用来购买国债或者是金融机构，就是银行的一些资产啊。那这些银行把这些现金吸进来之后呢，就会用这些新的现金啊，以很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企业和消费者。OK， 那这样子的话从而刺激消费，然后金融机构啊消费者啊也会去获取更多的资产。那同时的话当然也会带来一个通货膨胀，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 OK， 那谁将从 QE 中受益呢？受益者的话，一个是资产的持有者，因为钱进来买你的资产嘛，所以越来越多的钱想竞争你的资产。 OK， 所以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第二是银行当然它钱来的太容易嘛，所以肯定是受益的。第三个是私人住宅的业主，为什么呢？因为私人住宅就是公寓了，公寓或者是那个我们说那个洋房，这些私人住宅啊是一个比较可供投资的一个资产。OK，
所以不管是银行也好，还是投资者也好，因为那个利率很低，所以他们会把钱去往这个住宅私人住宅的市场里边去投 ，OK， 所以从而呢推高了私人住宅的这个价格。受益者是谁呢？第一个是储户啊，如果你不去购置资产，而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边的话，因为不但是房贷的利率会降低，其实同时呢你的储蓄的利率也在降低 ，OK， 那在储蓄利率降低的同时，你要面对着通货膨胀，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储户肯定是一个受伤的人。Okay， 那迟疑和观望的买家呢，是那些就是哎，我要不要买，不要买，要买不要买，这些买家。那因为现在你还有的选，那如果当住宅的价格其实已经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你就是在跟着市场走，而不是市场在跟而不是你选择市场里边对的一些配置。OK， 那比如说09到12年的时候，大家买到就是真的很疯了，就是我只要买得到就好，而不是说我要去挑一些什么什么东西进行购买。OK， 第三个是祖屋的业主，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大家如果在一个私人住宅上升的一个周期里边呢，祖屋的业主也很想去进入这个游戏里边去玩嘛。所以但是现在祖屋的业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无法把名字拆出来，他们需要卖掉这个祖屋，然后再去提升到公寓。那这个时候的话，祖屋就变成一个抛售的一个物品啊，抛售的一个物品的话，就是会增加市场上的祖屋的供应。OK， 那增加了供应的话，就会把价格往下压。OK， 而且第二个因素是因为祖屋业主大多数是用的那个建屋局的贷款 HDB loan。OK， 建屋局的贷款的话，不管市场上的这个利息是高或者低啊，它永远是祖屋的业主永远付的是一个 2.6% 的这样的一个利率。 OK， 那我们再来看集体出售引入的流动资金啊。2020年的市场会被集体出售的流动资金所淹没，因为在2017-18 年的时候，总共拆迁，我们说拆迁或者集体出售的这个收益呢，是大概是200亿新加坡元。OK， 我们只看200亿，我们也不知道哎，200亿到底是多少。OK， 那200亿即使在不进行贷款融资啊，他不问银行去贷款 75% 的贷款啊 ,50% 的贷款，只用这些我们说 hard cash， 就是说只用这些现金去买的话，可以购买10000套 ,OK, 200万的价值200万块的私人产业。市场上有没有10000套的私人产业可供购买？大家去想一下。OK， 为什么说2020年啊，因为集体出售是2017-18年比较活跃嘛。那其实这些钱呢不会一下子就到那个卖家的手里，只有一小笔钱是先给卖家。那这些钱大概是在6个季度之后才会兑现。OK， 所以兑现的时候呢是2019年。第三季度、第二季度、第四季度，那这些钱兑现之后呢，很容易就他们再用这个钱去购买资产的时候，可能又是3个月过去了，所以2020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钱再次的来涌入到这个市场。OK， 那我们看一下哪些集体出售之后的受益的业主啊会来买 Penrose。OK， 我们看这些集体出售的所在的地区和他总共集体出售的这个总共的拿到的钱啊，这些区域就比如说第五游区的话是在西海岸那一边，第19游区在榜鹅后港这些地方，21游区呢是在金文泰，14游区就是在 Penrose 所在的这个尤诺市啊这个阿育尼啊这些地段啊。18游区是在那个东部，就是淡滨尼巴西里这些地段。第3游区的话是在女皇镇啊、红山啊，然后
东南园啊这些市区周边的地段，十三游区是在波东巴西内，十二游区是在大巴窑附近。OK， 那这些我指出的这些这些人为什么会来买 Penrose？ 因为首先他们可能是在市区周边，所以 Penrose 的话，他们想重新购买的一个项目也会是在市区周边他们比较熟悉的这些地区啊，或者呢是在像巴西利啊、但宾尼啊这些业主的话，他们来这边购买，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提升，因为他们从我们说大东部可以用这些资金来购买一个靠近市区的一个产业。OK， 下一点还是涌入新加坡啊。那我们看四月份的一个报道，在疫情期间，其实四月份啊，外国人在新加坡金融机构的储蓄金额是锐增了4%。OK。是总共有多少钱在新加坡的银行户口里边呢？外国人是总共存了620亿新币啊。刚才我们说拆迁拆下来是200亿新币，现在又翻了3倍，是620亿新币。OK， 那620亿新币大家可以去算一下，是换算成多少套房子啊？当然不可能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房。但是他们起码有，我相信有25%到30%的钱会流入房地产的市场。OK， 但是好处是什么？好的一面是什么啊？就是外国人的钱已经到了新加坡，但是人还没有进来。OK， 那大家想一下，要等他们进来跟你一起去竞争，还是走在他们前面啊？先购买一个资产，然后让他们后期来购买你的资产，用更高的价格。OK， 另一篇报道是香港的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K， 他说的是 UBS 说，从今年截止目前为止啊，香港在吸引有钱人的新进资金时，是落后于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香港是新加坡的一个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一个竞争对手。那大家也知道，最近香港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从去年的那个游行啊，反对政府啊，到今年的一个国安法啊，弄得人心惶惶的。OK， 那很多香港的资金是流入了新加坡，或者说本来想把资金放在香港的那些人啊，现在选择了新加坡。OK， 那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字啊，是压倒性的选择新加坡，而不是选择香港。OK， 那我们来看疫情带来的这个心态变化啊。其实我觉得心理呢，对整个市场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了。那我们看今年，首先呢，大家都没想着要出国旅游了啊，所以其实我们新加坡人或者说中国人，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其实一年的旅游消费并不低的嘛。我们去一次欧洲可能就几万块 ，OK。我们说两三万的话，如果加上我们去问银行贷款，那可以买就是贵10万块左右的一个更大的房子啊，节省的旅游开销呢，可以购买价格更高的一个产业。OK， 那出国公干呢也很难，欧美呢我们又不敢去，中国呢又去不了。OK， 所以这些以前经常出国公干的新加坡人我们就需要一些更多的稳定感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在自己的国家，不可能说居无定所，所以会有更大的动力去购买一些产业。OK， 那居家的时间增加啊，也会增加很多的家庭规划。我们说可能是多造几个 baby 啊这样子，所以家庭的规划一多的话，可能就需要购买更大的一个产业。居家办公的时间增加，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回到办公室，都在居家办公所以在家里面需要更多的分隔的空间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家有老婆老公孩子啊，老婆要一间房来居家办公，老公要一间房，两个孩子要在家里边学习啊，所以需要更多的分隔的空间呢，就造成了一个需求更大的一个产业的这个一个需求啊。
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是住一室一厅的了，因为这个居家办公的话，他和他老公一室一厅真的不够他们用来就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真的是他们卖掉了那个一室一厅呢，去升级了一个两房了 ，OK， 所以他们有各自的空间来工作。OK， 那我们来看供需面啊，我觉得供需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市场会越来越好。OK， 刚才我们说到啊，继四月的低迷之后呢，新楼盘成交量是连续三个月节节攀升，到七月份已经超过了1000套，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1080套。OK， 但是我们要看到背后。那些媒体没有报道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看六月七月的话啊，我们看这张图，开盘的单位数是黄色，卖出的是蓝色的，所以六七月份的话，开盘的单位数已经是低于卖出的单位数。那过去的12个月当中啊，仅仅有3个月开盘的单位数是多过卖出的单位数的，啊，当然包括今年的4月、5月，因为没有办法实地看房啊，还有去年的9月，所以我们加起来这些蓝色的卖出去的总共12个月卖出去的，减去这些开盘的单位数啊，一年之内市场是总共净吸收了462个单位，所以需求已经是多过了供应的。OK， 那当需求多过供应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价格肯定有往上的一个压力。OK， 那我们再来看一年多两年前开盘的这些主力的超大型项目啊，这些超过1000套甚至超过2000套的项目，当时开盘的时候，很多分析师都说他们很担心5年能不能卖完。那我们看2年内啊，这些大的公寓项目其实最低是都卖出了60%这样的销售的业绩，所以剩下来的像有一些像 Park Esta 啊这些啊。Esta 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同一个游区第14游区的一个项目啊，是只剩3%还在售。OK， 那楼盘卖得太快呢，导致开发商其实有一些已经开始涨价吸售。为什么说涨价呢？为什么要涨价呢？因为他们还有3年的时间去清盘嘛，他们不需要这么赶着以这样低的价钱，他们可以涨一些价格，然后慢慢卖。OK。所以涨的那些价格都是他们额外的一个利润。OK， 个别楼盘啊，我们不要点名说哪个楼盘，个别楼盘半年内呢已经涨价高达5%了。但你问我说，哎，这些涨过价的楼盘是不是就不值得买？其实每个买家有每个买家不同的心态啊，因为买这些涨过价的楼盘的好处是它竣工要更快一些。可能1年多2年后或者2年半后就可以竣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自住的意义还是有在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其实肯定是买刚刚开盘的时候更低的价钱啊。那像我一个朋友买了半年前买了一套房啊，到今天他其实那些税啊什么都已经赚回来了，而且还有额外的一个。我们说paper gain 就是纸上已经是赚到了。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新楼盘的存量啊，这个除了价格指数之外呢，这个蓝色的这个柱子啊，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些已经规划，就是说已经把地卖出去，但是还没有售出的。私宅和 EC 的数量。 OK， 我们看现在新楼盘的存量啊，是从2011年的那个第三季度开始啊，是直线在下降的。 OK， 所以现在这个存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是20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这才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啊，第二季度的数据的话是继续往下的。OK， 那供应跟不上的话，政府是不是会帮忙增加供应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今年下半年的政府售地计划啊，政府卖的地是11年来的最低水平。OK， 下半年正选地段私宅供应量是降低了 23%， 这是和上半年来比。那和去年来比呢，也是一个就是下降的更多。OK， 那去年和前年比的话也是一个下降，所以已经连续下降了两年。OK， 那我来解释一下，就是政府卖地的话，它有正选地段和备选地段。备选地段怎么去？备选地段的话，怎么去招标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开发商站出来说，哎，我肯定要以这个价格来买你这块地，跟政府说 ，OK， 政府觉得哎这个价格还 OK， 那他就把这个备选地段放到市场上来竞拍 ，OK。但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啊，为什么其实这些备选地段被竞拍的这个可能性很低，是因为十几年来啊，这些去第一个出头去跟政府说，哎，我想要买这块地的开发商，到最后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些 ，OK， 所以他们都已经基本上，所以下半年正选地段总共才3幅地段，还包括1幅是一期的地段，所以公寓的话只有2个地段啊。这2块地皮总共可以建造多少单位呢？1370个单位 ，OK。所以比上半年的1775个少，而且我叫大家刚才记住一个数字啊，7月份的时候市场上，开发商卖了多少个单位？啊，大家还想得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chat 里边来给一个回复啊。OK， 我们看一下，按照7月份单月售出1080个单位的速度，政府卖的1370个单位呢，只够市场来消化1个多月啊。那半年的这个供应，1个多月就卖完的话，还有4个多月卖什么呢？啊，那就会造成一个市场供应的一个短缺。OK， 其实大家看为什么政府要这么的谨慎啊？因为其实我们来看这张图，开发商他的地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拿到，一个是政府的拆迁，政府的售地 ，OK， 政府售地是这张图上的绿色，那拆迁的就是集体收购呢，是这张图上的黄色。OK，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是2017和18年政府售地和拆迁这些地皮的价值总和是非常还蛮高的啊。所以政府会觉得说，哎，2017年18年开发商吃了那么多地，然后18、19年又开盘。所以政府会觉得说，哎，会不会造成供大于求，或者是说一个泛滥的一个供应啊。所以政府在2019年开始，由于因为新加坡政府嘛，就是把市场当作自己的宝宝来管嘛 ，OK， 所以就开始卖地卖的很少。2020年的话卖的更少 ，OK， 但是政府忘记了一点啊，因为这个房地产的供应是不是那么的直接可以反映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开盘来的，因为。买了一块地之后基本上要过1年才可以开盘 ,OK? 所以政府在每次这个拆迁潮过后呢，它都会缩减这个政府卖地。那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一个是过2年又开始出现一个拆迁潮，因为这个时候开发商是缺地的 ,OK?他缺地，他不说赚钱吧，开发商要怎么把这个公司运营下去，他肯定土地是他这个制造的一个原材料，所以他肯定要去收地 ,OK? 那收地的同时推高了地价，也推高了房价，所以每次当政府卖地卖的少的时候，过2年过1年肯定是价格会往上走的。OK, 那我们看
我们知道现在的供应已经那么少了，政府卖地又少，那2021年的下半年啊，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项目可以卖的一个情况？那开发商会不会又再一轮的去集体收购，并且整个市场的价格被拉高呢？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理性的判断。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只说了一个时间啊，只说了一个时机，只是说2020年的第三季度是否值得入场啊？这个大家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判断是 yes or no， 对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啊，就是开发商的品牌和经验。我们知道大家都喜欢去买东西都是去买名牌，买LV 啊，爱马仕啊，买香奈儿啊这些。那为什么要买名牌？一个是它好看，一个是它耐用，对吧？所以一样，我们去买开发商买一个楼盘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开发商的品牌和他之前的经验的话，会买得更放心。Penrose 的开发商呢，真的是强强联手，因为他是丰隆实业有限公司和CDL 就是城市发展集团的一个联手的项目。OK， 这两个开发商本身都已经是顶级品质的开发商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开发商做过的项目啊。CDL 城市发展集团呢，做了 Boulevard ATA， 做了 Novel 18。做了 South Beach， 风华南岸府，这些都是市场上非常非常还在卖的哈，非常非常抢手的一个豪宅的项目。OK， 那最后我们来看介绍一个丰隆实业的 Commonwealth Towers， OK， 在女皇镇的地段的一个中档的一个私宅，也是一个很受投资者欢迎的这样一个楼盘。OK，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分析，用 Commonwealth Tower 来分析一下丰隆实业这个开发商的，因为Penrose 的他的 leading developer 就是说是丰隆实业呢来进行一个主导啊。我们来看开发商的个性。 OK， 那要说那句话，就是人是人的妈妈生的啊，那开发商也是开发商的妈妈生的，就是他有自己的性格。OK， 我们来看一下丰隆实业啊，来，在建造在开盘 Commonwealth Tower 时候的一个情况。它的开盘时间呢是2014年。OK， 大家都知道上一个新加坡地产市场的高点是在2013年。之后呢，政府打压之后就是一路下跌啊。14年其实是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时候，其实和目前的市场就是在疫情之中的市场是有一点雷同的啊，有一点相似。那2017年是它的竣工时间，竣工的时候呢是上一轮市场的周期的一个谷底啊，就是价格最低的时候，2017年之后到2018年大家也都知道已经后来又上涨了一个 10%。 OK， 那我们来看，如果当时啊，我们来看这个，如果当时2014年第三季度我在开盘的时候去购买一个0607这个两房689尺的一个单位的话啊，当时的市值是大概102万左右。 OK， 尺价呢是1480块。 OK， 大家现在回看起来，哇，1480块这么便宜，但是当时的时候啊，1480也不是每个人都敢去买的。 OK OK， 那我 hold 到它的竣工的时候，2017年的第二季度啊，价值是涨到了117万，尺价是1698，当然后面还是继续的走高啊，现在大概是已经到了大概1800多1900这样一个水平。OK， 那我们就来看这三年啊，这个 Commonwealth Tower 的升值幅度是达到了 15%， 而且不要忘了，另外一方面大市场呢是跌幅达 8%， OK， 所以我们看一个项目的表现呢，不单是光看它的升值多少，而是看同期大市场是怎么走的。 OK， 那市场跌了 8%， 我涨了 15% 的话，我的表现就是高出市场预期 23%。
OK。OK， 所以我们说跟对的开发商购买房产的话，等于是给投资呢加了一把保护伞。OK， 不管是外面刮风下雨也好，大太阳也好，你知道你不会比市场的表现来得低。OK， OK， 那在市场不确定因素现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呢，丰隆可能会选择更加谨慎的开盘啊，跟当时那个 Commonwealth Tower 差不多。他会选择制造声势，就是说开盘的时候想卖的比较多啊，那最后呢，在他的剩下来的那些单位的话，后期再涨价啊，来创造一个利润空间。我的判断是丰隆实业会这么来开这一个楼盘。OK， 所以大家不要后悔当时没有去买那个 Commonwealth Tower 1480块。大家现在又有一个机会来买 Penrose， 在开盘的价格买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OK， 那 OK， 现在讲我们最后的稀缺性的这两个点啊，一个是地段的稀缺性。那地段的话呢，我们会来看立于不败的这个地铁线路，第二个是让房子回归于生活。我们买房子不管是自己住也好，你出租也好啊，都是要有一个生活性在里边。 OK， 为什么有些 CBD 的楼盘不好租，租金回报率不高？因为它太硬核的 CBD， 它缺少了生活的元素。 OK， 那第三个是供需结构呢，决定了你的可租性，未来的可卖性。 OK， 第一点，立于不败之地的地铁线路，我直接把这个新加坡的地铁线路图啊拿出来。那红色的圈圈代表什么呢？是新加坡的这些白领工作，就是比较中高端的工作的一个聚集地啊。那大家会想出一条地铁线是最多的这种白领工作的这些地段都在这条地铁线上，是哪一条？当仁不让的是我们的东西线地铁啊，青色线。OK， 那从西到东的话，总共是可以有12个的这个白领的工作区啊，所以白领当然包括新加坡本地人，包括外国人，所以基本上在这条地铁线上的项目，不管是从西到东，都基本上是闭着眼出租的这样一个项目啊。我们来列举一下，从西边的话有 Tuas 啊，有很多虽然是重工业，但是那边的工程师其实薪水也很高。Jurong East 我们的第二个 CBD 啊，国立大学啊 ，One North 新兴的产业园 ，OK，Ocean Park 是一个欧南园，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医疗的一个中心啊 ，Tanjong Pagar CBD Raffles Place CBD、City Hall CBD、Bugis CBD 啊，这四个连在一起的 CBD 地段，还有 Paya Lebar 这个我们的Regional Quarter 啊，这个地区中心，包括东部呢有樟宜商业园 Changi Business Park， 还有那个第四所大学 SUTD， 还有当然我们鼎鼎大名的Changi Airport 樟宜机场啊。所以总共是12个就业的中心。我们 Penrose 在哪里呢？ Penrose 就在中部靠东的一个位置。 OK， 所以 Penrose 如果从 Aljuni 地铁站的话，三个站就到了 Bugis， 五个站呢已经到了 Raffles Place， 所以基本上都在20分钟的车程以内，你可以到达 Tanjong Pagar。 OK， 往东的话呢，可以也是20分钟之内到达 Changi Airport， OK， 樟宜机场。我真的有朋友住在旁边的 Sims Urban Oasis， 就是老婆呢是在东部上班，在樟宜那边，老公在哪里工作呢？在 NUS。 OK， 所以其实这种地段它的辐射面是非常广的，因为只要靠近地铁的话，我不介意多坐几站的地铁啊，因为地铁上又可以吹冷气，又可以看电影啊，或者是玩一些游戏啊，所以很容易打发时间的。但是一定要选择对的地铁线，因为不是每条地铁线都是主要的地铁线，有一些地铁线只是用来辅助连接那些主要的地铁线。
OK， 第二点，让房子回归于生活啊，这个命题听起来非常的文艺啊。其实房子真的是用来住的一个东西，那房子用来住的话就离不开生活，生活的话就需要那些吃啊、喝啊，或者是 shopping 啊这一些啊生活的元素。OK， 那Penrose 的话呢，靠近卡通啊、朱雀啊、牙龙啊这些美食荟萃的一些地方，所以不用担心24小时都找得到吃的东西。那如果想喜欢户外的话呢，卡朗 River、 加冷河、东海岸、国家体育中心啊，都是你的后花园。那帕亚雷巴Regional Center 就是巴耶利巴呢，汇聚了五家大型的购物中心啊，只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或者如果是懒得坐地铁的话，打个车基本上是5分钟就到啊。那这帕亚雷巴这边呢，有我们熟知的Simple Center 啊，然后 PLQ 这两个大的商场，有电影院 ，OK， 还有海底捞啊这些大家非常喜欢去的一些地方，所以是选不完的娱乐休闲的空间啊。OK， 那我们具体离地铁站多远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年人啊，一个中年人呢是用了5分半钟是走到了地铁站。OK， 这是我们自己的亲测啊，我们不可以只是嘴上说啊，我们要自己去走一走，让大家知道一下。OK， 那如果要去斯巴沙去熟食中心的话呢，是2分钟的步行距离。OK。同样的中年人就到了这个我们的 Sims Place Market and Hawk Center， okay， 享受本地的美食。OK， 生活的话离不开学校，因为孩子想要需要去读书嘛，所以小学的话呢，我们靠近有 Geylang Methodist Girls Geylang Methodist 小学啊，Canoss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还有光华小学 ，OK， 中学的话，我们也是靠近 Geylang 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OK，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地段的供需结构啊。Penrose 的话，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辐射的这个租客群是非常广的 ，OK， 其实远到 Tanjong Pagar 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远。当然，我不会跟你说啊 ，Jurong East 的人会住到 Penrose 啊，但是真的是有那个 NUS 的朋友呢是住在 Penrose 的，所以这些20分钟车程里边的这些白领的话，都会是 Penrose 的潜在的一个租客群。那不光是白领会来买或者租 Penrose 啊。因为阿育尼附近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很大的国际学校的，一个叫 Nexus International School， 第二个是 James Cook University。OK， 那我自己做了一下调查的话 ，Nexus International School 是有2200个国际学生，James Cook University 的话是4000个国际学生啊，总共呢是多达6200名的国际学生和家庭。就都在步行距离之内 ，OK， 那我们假设我们一个566套的一个总共566套的公寓啊，有200个单位供出租的话，比起6200个学生来说呢，只要30个学生里边有一个人愿意租你的房子，那就基本上够了。好，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租给学生，而是学生群体的话。让我们Penrose 的这个租客群更加的多元化，所以就好像现在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啊，很多 CBD 的白领外国白领呢都回国了，所以 CBD 的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租，但大家去看一下 Sims Urban Oasis 就在我们的旁边啊，还是非常容易租，然后进去看的话就像一个联合国啊，我们有日本人，有洋人，有华人，什么人都有 ，OK， 所以是。提供了额外的抗压性啊，国际学校是提供了额外的抗压性。OK， 那再来看 Aljuni 这个地段附近有多少个新公寓可以跟 Penrose 来竞争？
只有两个公寓啊，是带有完善的公寓设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邻居 Sims Urban Oasis，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Penrose。OK， 所以强劲而多元化的租赁需求啊，对比那个稀缺的供应呢，肯定是造成的结果就是很高的可租性，还有很高的租金回报率。OK， 那说完这个地段啊，我们来看产品啊。产品本身的话，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品质，第二个是稀缺性啊。我们说买东西不一定要买贵的，但是一定要买好的。OK， 那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些开发商给我们的前期的一些 Penrose 的效果图。OK，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展示这些效果图啊？其实大家还是欢迎去那个实地去我们的售楼处看，但是展示效果图的原因是说，开发商真的很用心去做一个打造一个这样的项目啊，包括它的园林的景观啊，包括它的森林啊、植被的覆盖啊，都是非常的出色的。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说啊，你去看一个新楼盘的话呢，其实你看到的只是那个沙盘那个楼的外观而已，但有如果你跟好的开发商买的话，他做的东西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他都会用心帮你去做好，包括比如说你的地下停车库啊，你的访客来的话，地下停车库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啊？地下停车库的那个 lobby， 就是说那个进入你的那个楼的那个大厅是怎么样的，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有些开发商就是帮你做到了极致，包括我们的丰隆集团，包括我们的CDL 城市发展集团啊。OK， 所以我说买新项目呢看的是数字而已，但是你以后转售去卖或者是出租的时候租客和买家是会来看细节的。 OK， 所以不光是要看到数字，而是要知道这个开发商的背景，知道这个开发商是否是用心。如果开发商是用心用情怀啊，我们说的那个用 pride， 就是说他做出来的东西他自己要感觉到骄傲的话，那这样对于未来你的转售效率以及转售的价值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OK， 那说完了品质之后，我们来看他的这个产品的稀缺性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Arjuni 这边只有两个大型的公寓项目，一个是我们，一个是 Sims Urban Oasis。 OK， 所以你只要打败了你的邻居，那就你就是 Arjuni 的天下第一了。 OK，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Penrose 和 Sims Urban Oasis， 如果你可以打败他的话，以后你就不怕他跟你竞争。OK， 我们先来看整体公寓的对比啊，先比一下单位的密度。Penrose 总共的户数呢是566个单位。OK， 地皮的面积是这么大，所以平均每个单位享有的地皮面积是 28.7 平方米。那 Sims Urban Oasis 呢基本上是翻倍的单位数，它的地皮面积比我们大一点，所以它平均每户啊只有 23.3 平米的一个地皮面积，所以密度对比呢 Penrose 会比较低， Sims Urban Oasis 比较高。 OK， 所以大家问一下自己，我是想居住在一个密度很高人很挤的地方，还是居住在一个密度没有那么高比较清闲的地方？所以低密度的项目肯定是更适宜居住的，在这一方面 Penrose 肯定是赢过 Sims Urban Oasis。 我们来比一下楼间距和朝向啊。 OK，Penrose 的楼间距呢是32到43米的一个宽度，因为我们这一块地的话只排了两排的楼啊。 Sims Urban Oasis 呢把这块地排了三排的楼，所以它的楼间距只有29到30米，而且我们的单位呢基本上几乎都是南北的朝向啊，朝东朝西的。 Sims Urban Oasis 就有东西南北什么朝向都有。 OK，所以当然东西朝向是在新加坡买屋子的时候一个尽量去避免的一个因素啊。
所以这方面呢，还是 Penrose 还是强过了 Sims Urban Oasis。OK，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各个户型啊，一房的话呢，其实我们不用比它的户型图，因为一房你再怎么去想的话，其实只是一个厅、一个房间、一个厕所和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了啊。所以我们对比的是什么呢？对比的是它的比例。Penrose 的话总共566个单位，一房和一家书房总共59个，所以基本上是只有 10% 的一个占比。那 Sims Urban Oasis 呢，一房的占比占了 29% 啊。那大家设想一下，以后你卖你租的时候，一个买家一个租客进来的话，他首先是挑选一个楼盘，对吗？所以我挑选了 Penrose 的话呢，你的竞争者只有50多个邻居而已。那如果是你买在 Sims Urban Oasis 的话，有291个邻居会跟你竞争同一个租客和同一个买家。好，所以你想要去拥有哪一个楼盘的一房呢？ OK， 那我们顺便说一句啊，因为总共只有59个单位，所以不是说你想要买就买得到的，基本上就是看运气，看谁的运气好。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我自己的客户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要再去想是不是应该买，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所以快点的把这个我们快点的把这个去锁定一个可以看房的这个机会啊，是比较重要。OK， 一房的对比 Penrose 也是胜过了 Sims Urban Oasis。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房的朝向。Penrose 一房的朝向全部都是朝游泳池的 ，OK。那 Sims Urban Oasis 一房的朝向呢，大多数是朝 PIE 或者朝那个 Sims Drive， 就是入户的这个小路啊。所以朝向方面的话 ，Penrose 也是Penrose 的一房也是更加 OK。那两房的对比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户型图。OK， Penrose 的两房。我喜欢它的点在哪里？因为它是有一个半封闭式的厨房啊，所以在做菜的时候呢，就油烟比较少的会跑进你的那个客厅和饭厅。OK， 那 Sims Urban Oasis 呢是采用的是开放式的厨房 ，OK， 所以基本上油烟没地方跑，肯定是跑到你的客厅和饭厅，所以我们只能怎么说？盼望着我们找到的租客是不太煮饭的了。 OK， 第二个是我很喜欢的是它的哑铃型，就是两个房间分别分布在这个客厅的两边。 OK， 那这样呢就不需要特意有一个走道的位置去走到里边的那个房间了。 Sims Urban Oasis 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它的两房有很多没有用处的走道位置。 OK， 所以我们看可能面积差不多啊，它的是58和63平米，我们是60和66平米，但如果去掉了这些面积的话，其实它的实用的空间会比 Penrose 来的小很多。 OK， 小三房的对比我们有一个小的阳台啊，大小正式的一个户外面积。太大的话，太大的阳台就说明，你的室内面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没有一个阳台的话也不好啊，就是感觉不像住在公寓了。Sims Urban Oasis 的话呢，我觉得它的阳台大的有一点点过分了啊。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大的阳台。OK， 而且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 Penrose 的入户啊，入户的门都是有两道门来拼接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子呢会显得你的入户很大气。第二个是你的走廊比较宽。 OK， 走廊宽的好处呢是我们可以在走廊里边提供这个室内储藏的灵活的空间啊，就包括我自己家里呢，也是在入户的走廊这边就可以做一个鞋柜啊，上面还可以做一些收纳的空间。那相比呢 ，Sims Urban Oasis 来说，它有一个户型，它有一个
蛮常见的户型是一个双钥匙的户型啊，所以它浪费了很多的这个走廊的空间或者放不了东西的空间，因为它的门太多，所以门口呢你不可能放东西嘛，而且它有两个厨房，所以这个 studio 这边的开放式厨房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浪费的空间啊，所以 Sims Urban Oasis 的这个双钥匙户型其实现在面临的转售阻力是蛮大的，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去网上的平台啊，很容易就看到有多少的双钥匙的三房啊，在 Sims Urban Oasis 在卖。OK， 还有一个点啊，我们有一个户型的小三房呢，是做到了真正的南北通透的一个客厅，饭厅这边有窗，客厅这边有阳台啊，所以是一个南北通透。这个是相信很多买家非常追求的一个新加坡很少有的一个户型。OK， 那 Sims Urban Oasis 的三房呢，它的朝向是东西方向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以后转售的时候的一个人家会找到的一个 objection 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小三房 Penrose 也是好过了 Sims Urban Oasis。 OK， 来大三房的话，我们看一下同样的阳台呢，我们是大小正合适，那并且呢有防空壕加储藏室这个双储藏空间的一个设置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我们去看只有一个储藏室甚至没有储藏室，其实储藏室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说一个储藏室的话，你就是下面睡女佣，上面做那个你的储藏空间啊，或者是上面睡女佣，下面做储藏空间。但是其实，这样的话也会显得非常的局促啊。所以有防空壕的话，我们可以作为储藏，然后有这个另外的储藏室，或者说可以做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女佣房啊，会非常适合的家庭的居住。那 Sims Urban Oasis 的话呢，同样的情况就是。阳台的面积太大了，像这个非常方正的阳台啊，我觉得除了一年打几次麻将之外，其实我觉得真不需要这么大的阳台的面积。OK， 第二个呢是有浪费不必要的走廊的空间。第三个啊是我觉得挺不能接受，就是客厅有尖角啊。客厅有尖角的话会一个是我们说风水啦，但第二个就是真的是住在里边的话，坐在客厅看电视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舒服，除非是你把这边做平了啊，不然的话就是风水角度是不好的。 OK， 第四个是户型不方正，它是一个我说不出的一个形状，反正就是它有弯过来的这样一个空间。OK， Penrose 继续获胜。那我们看第四个啊，第四个四房做对比的话呢，首先我们看面积，四房130平米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大气的一个面积。那 Sims Urban Oasis 呢就做的实在有点太小，112平米。同时 Penrose 有一个配备了比较有隐私的小主人房，这个我很喜欢，而且包括我的客户也很喜欢，就是他在那个用客厅把这个房间隔开了，所以不管是两代人同住也好啊，或者是你好啊，他们长大了以后会有自己的一个隐私的空间。 OK， 那四个房间呢全部都是我们说在阳面啊，在就是在采光比较好的这一面。Okay，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那 Sims Urban Oasis 呢，它的小主人房在阴面啊，并且呢它和其他的三个房间都很靠近啊，所以阴面的采光也比较差一点，所以隐私和采光方面都不如 Penrose。 那我们还是回到它的阳台，阳台的话是一个狭长的阳台啊，我觉得是不太实用，像 Penrose 的阳台就做得非常的方啊，而且总面积的话应该比它的阳台还要来得小，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空间。好，所以一房两房三房四房，我觉得 Penrose 在整体上全部都是多过 Sims Urban Oasis， 所以
买 Penrose 的客户呢，不用担心未来会面对 Sinks Urban Oasis 的一个竞争啊。第一个是他比你老了6岁，第二个是他的户型没有你好，所以你就是 Aljuni 的王牌项目。OK， 所以基本上今天我要说的东西，我看中的这几个点呢，我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就是购买新项目的时候六大考量 ，Penrose 呢会全部满足给大家。OK， 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Penrose 的如何去注册预售看房啊。由于疫情的影响呢 ，Penrose 的预售将严格的控制人流，所以。我们只有非常有诚意提交了购买意向表格以及空白支票的买家才可以预约进入售楼处看房啊，不像以前是可以1000个人一起涌进去，现在不可以，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意向的话才可以来看房。当然我们要说一下，提交支票和这个表格是没有风险的，如果开盘日当天没有合适的单位的话，支票是会被退回给客户的。如果需要更多的一些详情呢，是可以跟我们的经纪人来进行一个沟通啊。OK， 所以每小时呢只有5组客户可以入场看房，所以大家要看房的时候尽量避开周末的高峰，因为很多人会抢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来看房啊。所以希望大家尽早的通过我们 EIA 经纪人呢提交意向的表格，然后让我们帮您呢抢占一个看房的机会。好，那说到这里呢，就把这些今天的讲座呢就到此为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EIA 的经纪人，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客户啊，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提交这个支票和表格了。那就希望我们的经纪人去跟这些客户 follow up 一下。好，谢谢大家的时间。